曾毁至尊殿堂，今日我要斩其余孽。黄羽剑意，传说此技可斩万物，仙殿果然深不可测。不错嘛，才一段时间没见，又学了新的禁忌宝术，是不是上次给你的教训太深刻了？将鲲鹏翅掩盖在了闪电之中，十旬宝术在他手中都能变化。他的境界提升后，法力激增，不用只靠肉身了，可谓再无短板。哎呀，不是号称傲世同代吗？废物道统传承，也配嘲讽仙殿传人？此剑并非实物，恐是方才黄羽剑意凝聚而成的有形剑态。无形化有形，雷电宝术又岂会弱于你仙殿？你不是我的对手。如何？它融合的是仙骨遗存下来的真血，植入体内，在神火境时借此爆发，比诸多火焰更为不安。纵使有仙种加持，也无用。向你灌注法力，助你斩杀强敌。他来了。难不成还有什么保护？怎么会法力大增？你我再战。